妖族横行，苍生苦殃。昆虚八派之首穷华派，穷三代之人力物力，终铸成望舒、西河、阴阳双剑。19年前，第24代掌门太清真人。 欲以双剑合力，往复幻冥妖界。战局旷日持久，关键之际，望舒剑宿主素玉手人蛊惑，忽然撤剑，致使望舒剑柱瞬间崩塌，西河剑独立难支。 其宿主玄霄惨遭赤炎剑气反噬，随掌门太清战死，琼华派元气大伤，弟子云天青携素玉叛逃，至此望舒剑下落不明。 下去。爹，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能抓住我吗？你违反约定了，我说过很多次，不准踏出青鸾峰。爹，我没有要出去，我只是想看看青鸾峰外面的世界。没有外面的世界，你的世界只有青鸾峰。为什么？ 回去禁足，思过，再加1000遍清心咒。再有下次，不止这些。你看好他。爹，你。
你知道为什么你总是能抓到我吗？因为我想让你抓到我。小猪妖，你竟然打着我的好梦！还在睡，出来玩一下啦！真的？快点，快点！好香啊！哦，好香！什么好吃的？你不就是那个好吃的吗？你想我把你给炖了吃，还是给烤了吃？大猪妖，今天没有办法继续帮大舅孵化你们了。我得赶紧去教训那两个主妖。这妖隼的叫声怎么这么凄厉？难道有什么异响？这个灵气显示就在附近啊，光秃秃的哪有什么灵气？也不能是五罗盘坏了吧？小心啊！琪琪，雇主说的剑肯定在这里。果然是姐姐。死猪妖，别跑了，烤猪我是吃定了。跑哪儿去了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山顶野人吧？那个野人，你听不懂话没关系，但是呢，你应该看得懂吧？我现在得上来，您稍微让开一下。阿奇，大猪
这野人打招呼的方式太野蛮了吧。这大猪妖变出来的样子还挺好看。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我爹呢？哎，你爹这幻身术还真是厉害，能变出这么好看的仙女，而且连声音都这么好听。那是，我爹是天下最厉害最好的爹了。我现在就把你给抓过去，烤了给我爹吃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爹，你是不是生孩儿的气了？今天回来晚了，孩儿知道错了，孩儿数三个数，如果你不骂孩儿，不发脾气的话，那我就当你是原谅我了。嗯，那我数了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答应了。我就知道，爹是不会怪孩儿的。谢谢爹。臭小子，你快放了我！既然我爹原谅我了，那我现在更要把你拿来当祭品了。别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爹是天下最好的爹，最厉害的爹，好吧？放了我吧。放了你也可以。那你现在让你爹过来，给我变出那个好看的样子看看。你爹我爹都得生气的。什么声音？你看我说的吧，你爹我爹都生气了。该不会是那个大猪妖跑到我爹的石沉溪洞里面去了吧？喂，大猪妖，你竟然占了我爹的木门！皆是气鸾峰，便没有人要公孙，我饶不了你！你，大猪妖！你设计这么破烂的暗器，挡得住什么闯入者？是人是鬼，这么卑鄙，背后放箭！野人，你先是戳我的脸，现在又拿这个破箭当箭射我。您就是一个没有礼貌又无知的野人。
你个死猪呀，你把我爹娘的木门都弄塌了，我饶不了你。你才是长得跟死猴子一样的野人呢。你爹娘的木啊？少废话。这剑怎么发光了？你弄的法术？我怎么知道？本姑娘懒得跟你废话。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烟雨多婚。这死猪还放屁！死猪妖。大猪妖，哎，不会飞就别飞嘛，飞晕了吧？哼哼，四猪妖，今天晚上就拿你当晚餐。起来，你个野人，你说什么？什么说什么？拿你当晚餐啊？上一句。死猪妖，你个死野人，我好歹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，几时成你嘴里的猪妖、猪肝了？少女，少女就是年少的女人。你是女人？你该不会连女人都没见过吧？那你就不是大猪妖变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在悬崖上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我是大猪妖变的，所以你才会搓我的脸。傻里傻气，果然是闪电野人。不是我干的。哎呀，我遇到你就一直在受伤，愣着干什么？扶我一把！哎，不行，我不能动你。我爹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女人的肌肤是不能碰的。这你又懂了，但是我说的是扶我一把，又没让你摸我一把，帮帮忙啦。那我这可是在帮你啊。就算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也不用这样吧。你爹这么教你，肯定是个榆木脑袋的儒酸文人。我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但你说的不是什么好话吧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说我爹，我爹很厉害的，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青鸾峰。那，你爹该不会就是我要找的剑仙吧？剑仙？剑仙应该是好。你是在夸我爹？嗯。哎，我爹说了，这时辰星洞是不能随便进的。你进来这儿干嘛的？说。不是吧？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是可以说，但就是有点太难说了。反正我要进去，你别拦我啊！拦我就揍你，小心一点。你不行，你不能去。他是不是你说的那个死猪妖啊？大猪妖，快把我们放开啊！有杀气。你这个大胆凡人，擅闯青鸾峰，竟然还有同伙！等会儿我就把你们都吃了！哼！哎，大猪妖，你别去！大猪妖！
这个绳子，你先别动。嗯？你越动越紧。那怎么办啊？这绳子。你别动。我。你不是说你爹说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你身上的味道跟我娘一模一样。啊，人伦纲常没学会，学会撒谎了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女人吗？是啊，我刚生下来我娘就死了，我爹在我小的时候给过我一件我娘的衣服，但是他离世的时候把衣服也带走了。你身上的味道真的跟我娘一模一样。我也有娘亲，你的感受我懂的。啊，你娘也在你刚出生不久就去世了？哎呀，你别管，反正现在不是追忆亲人的时候，咱们得赶紧把这绳子弄开，不然大壮又来了。哦，我这，你帮帮忙了，帮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在我乾坤袋里。哦，哎，别摸我手啊！我。怎么样？啊，这个？对，就是这个。你把那个盖子打开。哦，你学我一下，追。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还能亮火？火折子嘛，快，把那个绳子烧断。挺聪明啊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怎么叫的跟杀猪一样啊？大猪妖啊。大猪妖。你撑住，我来救你。后上了，别过来。虚为云雨，息为雷霆，通天彻地，出幽入冥，千变万化，何者非我？不好，此处竟有阴灵。不行，我爹说了，在青鸾峰人妖平等，我要去救大树妖。你刚刚还说烤了他呢。来此地者利弊当场。利弊当场，只能用雇主给我的护身仙符了。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先别问了，我临危为主，你跟我快点试试啊。咱们那这魔枪也总比等死强。道观三才为一气耳，天以气耳运行，火之炎上无不焚。雷之素炼，无坚不摧。风之四伏，无阻不透。土之氧化，与汝不容。修炼过法术？没有啊，这是我小时候我爹在我耳边瞎念的。没想到还真的有用啊。有点东西啊。要死了要死了，我还有心愿没有完成呢。我也有心愿没完成，我还没见过我娘呢。女人快跑。Thank you.
心还挺能的呀。你没事吧？嗯。原来是主人驾临。你是他主人？无怪乎感应到望舒之气而醒觉，初时以为是错认，故言行犯上，望主人恕罪。回帐，告退。你等一下。原来他不是什么阴灵，是用法力驱使的符灵。他好像很怕你手里这把剑，可是这怎么看也是把破剑呀。这是剑。哎呀，我能不知道这是剑吗？你，这剑怎么不亮了？又有符灵，还有密室，肯定有宝物的。这地方你真的不能进去，你要再进去，我爹他真的会生气的。那你就乖乖在这儿等着，我替你看看，你爹就会不生气。爹，我不是想进去，但是我得把他抓出来吧。哎，这也太冷了吧。藻玉，谷主说拥有那个宝剑的人随身会有一块藻玉，难道就是这块？女人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修墓室的人他肯定是个大的外行。那个外面瀑布河流，人家都说了，学前去水可是大忌。俗话说，学前去水不惧，则生气外泄。爹，娘，孩儿不是有意要来打扰你们的。没想到他们竟然是这野人的爹娘，那这剑不就是？我们快走吧，再不走，我爹真的要生气了。哎，你先别着急走啊，你难道不想见见你娘吗？可我爹不让我见我娘。我如果看了，我爹会生气的。可是他就在你面前了。那我就看一眼。是可以的，我不看。我爹说了，人活着都是要死的，没什么好哭的。也是，都是要死的嘛。可是就算结果都一样，但是各自命也是不一样的。有诗，他
江山左绝琴地传，汉宫彻夜捧金盘，玉姬枉然生白骨，不如见笑一水寒。这是我爹的字。玉姬枉然生白骨。玉姬，玉姬枉然生白骨。剑仙也会年纪轻轻就去世啊？哎，你看这个，你的剑。你爹在世的时候他也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爹留给我的根本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他还可以当灯用啊。那我看看你这个灯。这怎么比爹还冷啊？我怎么感觉好热啊。北柯大人怀疑那把剑现世了，为了防止十九年前幻冥惨剧再次上演，派我前去调查。若真是那把剑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务必回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厉害的剑气，这无效之声，断不是寻常宝剑会有的。是金帝的保家，难道那个人他？掌门来了，参见掌门。参见掌门。既和有如此反应，必是望舒现世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放不下来了？完了，我爹他真的生气了，这魔神都给他戳了个洞出来。这哪里只戳了个洞啊，不到都要塌了。赶紧逃了，走。素瑶，我每天都来看你。
你不配拥有这块奏语。我把我爹娘的墓室毁了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办？我爹该不会来梦里面做我吧？哎呀，我说你冷静点。我答应过我爹要保护好石沉溪洞的。要不是你闯进去，我就不会进去把你抓出来，我爹就不会一气之下把石沉溪洞给砸塌了。哎，你这个野人，我就是握了一下那把剑，它就塌了，不怪我的，听懂了吗？不可能，我爹那么大度，怎么可能因为你摸了一下我的剑就生气了？就是因为你闯进去，我爹才生气的。你胡搅蛮缠，不讲道理。青鸾峰是我爹造的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我说的就是道理。哼，知道自己没理了吧？行啊，你就去跟你爹娘好好认个错，我先走啦。女人，东西还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我爹娘的东西。嗯。这都要塌了，还你爹娘的东西，我哪有时间拿你爹娘的东西？这整个青鸾峰，哪棵树上多了几片叶子，少了几个果子，大揪下了几个蛋，都逃不过我这双眼睛。哼，你要是不还给我，那就算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也别怪我对你动手啊！那我给你。哼，那个，我可以解释的，就是你现在没爹没娘，我冒生命危险拿出来给你做纪念的。纪念？嗯，他可以代替你爹娘陪着你。你不信啊？我，那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是我爹走了之后，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我爹跟我说过的，滴水之恩，当以好多好多水相报。要不然这样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去抓几只鱼烤了给你吃。哎，那我帮你拿剑，你去抓鱼。没有剑，哪来的鱼啊？晋帝扬言大胜，怕是望舒剑不安全了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望舒剑寒气凛冽，除了宿主外，常人无法取握。这剑匣乃是西式暖玉所制，当初西河剑也有部分以此铸造，可抵挡望舒寒气。你携此带人去空山青鸾峰，将剑取回，不容有失。遵命。
交织的心，不再有你音讯，或许是彼此的默契。不敢看你眼睛，映照蜷缩的心，如今满是疮痍。我憧憬每一次能与你能够彼此相偎相依，微风轻拂过发梢，把我困在了你的世界里。我梳理着万千思绪，不让自己在你的世界陷入谷底，可回忆放